饿哦，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吃饭。我饿，我真的好饿，我今天还没吃东西。我今天吃东西了吗？哦，我今天吃东西了。但是太忙了，太饿了。哎呦，小心点啊！今天开到7:30哦。今天开到7:30。忙期末考是吗？忙工作、忙期末考都有啊。真的，真的忙。忙探集吗？探集。哎、欸，我有更新我的那个现实动态精选哦，我有点感冒，喉咙超痛的，大家。现实动态精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加了一些东西，一些以前的线动，喉咙真的好痛。都可以哦。俊，你好好休息耶。谢谢思源。OK。看简简，对啊，然后我其他的，也有加一些进去。我先去煮个水，大家。哦，我真的得喝很多水，我喉咙真的好痛。等我一下。感冒的魔咒，没错，而且这是特别严重，喉咙真的很痛。嗯，怎么了？嗯，怎么了，宝贝？嗯，怎么了？哎，小梅酱。而且昨天这么晚睡是痛到睡不着啊，是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怎么会痛到喉咙痛到睡不着？换杯杯，我没有换啊，我一直都有那个杯子啊。耶、yeah, ！喷口水都痛，对啊，喷口水就会痛。我看真的吗？我真的没时间看啊，明天有时间。
你有时间吗？我没有时间吗？yeah! 等一下，我想一下。因为我昨天吗，还是前天，反正就是这几天上课，真的我真的都超痛苦的，就是一直非常想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涕，一直鼻塞。你干嘛？鬼讲的，要安尼啦。每次也要去看医生，明天去看医生。好的，不客气。换没讲对，换了，怎么样？怎么了？文文，叫文文吗？文文。我今天回家的时候看到我放就是有个亚克力的收口红啊香水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柜子倒了，就是上面有香水有口红有指甲有什么的，它倒了，它从大概1公尺，干嘛你干嘛你想去哪，你要去哪里，从1公尺高的地方跌下来。我真的幸好我的香水没有破掉，不然我会傻眼。大家练比赛对啊，小心啊！哎，那是太极拳道，一定啊，不然嘞，不然嘞，太极搞破坏，对，他搞破坏。干嘛？你想要什么，宝贝？嗯，你想要什么？嗯，怎么了？你好可爱呀！你别咬我哦！你想要什么啦？袜子穿好。嗯，袜子穿好。行哦，饿了，他才刚吃耶，没了吗？他也没有啊，我有捞啊。我们先不管他，我真的好饿哦。什么宝贝？你要什么？妈咪陪你玩吗？你要妈咪陪你玩吗？你要吗？好，没有叫了，应该是这个吧。这里。我好饿。这里。
吃粥诶，笑死，应该是哦，感觉就要吃粥诶。打开我的 Uber E。哦，天啊！啊，香水泡，对，很多香，很多那种味道，其实对猫咪都不好，所以它来之后，我从来就没有再烧过蜡烛了。哦，脚不硬。这里啊，冻饭哎，有点想吃，怎么办？冻饭也可以的吧？我不要甜粥，不要咸粥，也不要海鲜粥，我要小粥。这里。但昨天秋叶中可恶，不过我前几天才看到他，哈哈。你要小钟，你走开啦！别吃太热的跟辣的，吃温的吧，温的可以吧？嗯。Please eat。不能握手会时，会不会好了？已经好了吧？还有一个月耶！还没六，谢谢。感冒，不然呢？超痛苦的，小颖。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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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跳好高！怎么样？你们羡慕吗？我有看到小周，我有看到我们家安安，可以，可以。好啦，我要先叫我的，我真的得叫了。你是过敏哎、欸，其实我那天我最一开始我以为是我过敏，就是我以前一直以来冬天都很容易起床，然后就疯狂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塞，然后半天之后就没事了。然后我那天就是也是一样的过程，但就是一直下去，然后就变这样了。Oh my god！ 对起床过敏，夏天就不会，所以我是对冬天在冬天起床这件事情上我会过敏，没错。OK， 哦、oh. ，吃粥嘞，粥会不会太烫？哎，你在干嘛？不可以，不可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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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错没错，不要咬那个，这个。晴了，晴了哦，那我这样的最讨厌晴了，因为过敏整个下午我会真的用半包，我真的超痛苦。啊，啊，你玩完就热了，好难受，真的好难受。他在摇屁股，他在摇屁股，眼睛超大，摇屁股中。不知道人还以为我在啜泣，我手会，我的握手会，我的心，怎么办？没错，我在啜泣，鼻水哦，很水哦，阿凯，不看医生怕笑死。会啦，我，这是什么？叫什么嘞？下播出去看，我会来不及吧？医院哎，有看到我吗？我顶多等一下先去买个福猫热饮，就是那个维他命 C 的先喝。这儿，在这儿，这儿，没错。好啦，我要叫粥。什么粥嘞？广东粥，好久没吃粥哦。爱什么爱呀？臭小英，讨厌鬼。你讨厌鬼哦，这个不错哦。好了，一碗粥100块。170块，好贵。我吃布拉希，布拉希，谢谢女人。刚刚好，他刚翻跟斗，笑死！哇，你也太高了吧！已经是你填最多的了耶！边走边听，还真的以为很好。天哪，天哪！170的人对我还好吧？很贵耶！没有啊，因为有运费啦，大家不要太紧张。一直卖萌梗，他没有在卖萌啊。然后先放个音乐，必须有点音乐。的秋歌单，太大声了，抱歉，宝贝。
看到你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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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觉得这主人很烦。可以学一下探气后空翻，我不会了。你走两步路就有三家卖粥的店了，怎么挤在一起？啊！谢谢你。好笑哦，米酒专业听错就是你是你，臭师傅好吃呢，好吃呢。擅长买天选就是大林姐，没错，谢谢大家支持。只要听了，真的以为在哭哭，哈哈！原来我过敏就可以去拍哭拍哭戏了，去演哭戏。那里啦，好笨哦、喔，这里，你这里。你要还是不要？不可以。有安安 ZI 呀 ，Love。也是渴啦，嗨晚安瑞瑞，渴渴渴，全 rap 节是什么 ？rap 节又是什么？Mr. Right， 那 rap 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就想玩双人，原来根本没想到的，没有想那么多。左脸结右脸结，我感冒，对啊。啊！
好可爱，他看你就会觉得好可爱。宝贝，宝贝，好可爱哦！再见，宝贝，再见，宝贝。哎，怎么长那么可爱啦？你怎么长那么可爱，探子？真是的。会太晕，我超晕，我太晕探极了，直接爱上。奶奶小姨，可爱的忘记过敏没有？忘不了，太不舒服了。谢谢口红，臭阿凯，这人又哭又笑，天哪！我太情绪化了。跟以前病感冒的魔咒很难解除，这是谁对我下的这种咒？拜托！先吃饭，好的，大姐。其实只是饿了，他刚想我陪他玩。魔咒者，到底是谁对我下了这么狠心的咒语？很痛苦。疫苗一探及，病毒远离我。疫苗一探及吗？探及，你要不要过来给我吸一下？没有鼻子就没有鼻子，我没有鼻子还好看吗？就不好看了啊！该先吃个感冒药了。你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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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到底要玩哪一个？这个吗？鼻子会变喷泉，我不知道。小安妈妈的香水，走开啦！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应该不知何时多了猫鼻，其实很蛮早就有的，蛮早就有的。
建议看医生。我有空的话，咻。谢谢微积分大师的红玫瑰，还是你让我过敏的蛋鸡？你的猫是不是？是吗？应该不是吧？猫咪是 Netflix 的吗？我忘记嘞。我明天不一定有空啊。我可以公演完再去，公演完我就会很，我就会很有时间了。咻，咻，那个名字有够多，是不是？真的那个名那个城市真的超赞的，而且又是全部免费。公演完我就好了吧。所以公演就是我的药啊，公演就是我的特效药啊。我就是我只要生病，我就跳个公演就没事了。不要叫我看医生，我跳公演就没事了。颜文字荒没事啦，谢博成。你也不喜欢看医生？我也没有很喜欢看医生。看一下我的乌龟，十分钟差不多。哦，谢谢 Ray Ray 的 Popcat。那的猫咪吗？泡泡的，当然咯。这里，咻咻咻！思睿，看来今天的鼻子可能比林姐没错。思睿你好。因为你的眼里只看得到阿姐一个人。好的，去买，等一下。哦，想睡觉了，我应该要早点睡。明天继续考试，考完试继续练习。咻。林杰病毒，没错。
啊，鼻子。啊。你想玩是不是？炭疽病毒绝对不是吧？绝对是过敏，然后变感冒，然后喉咙痛。我昨天晚上头超晕超痛的，然后我还量，就量。哎，不可以。崩溃，真的。哎，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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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讲不听哎。干嘛？睡啦，真睡。我的粥嘞，快点！真是，在哪儿？哎，你讲不听哦。哎，不可以。谢谢王宝，谢谢晚餐师。哈哈哈！笑死了！哎，干嘛啦？我点了粥啦，就是。我相信等一下会好点的。没错，它快到了，它快到了，我很期待哦。再一分钟。盯着他来，你不要再咬了，哇哦！你为什么讲不听？那怎么啦？
喂，不可以，真的是你就知道不可以，还在那边。你明明就知道不可以。不可以。探吉有那么聪明吗？是吗？景谢瑞瑞。放我的我晚餐到了，我的晚餐到了。你可不可以帮妈咪装水？你帮妈咪装个水好不好？你可以顺便帮我下去拿个餐吗？好吗，探吉？你照顾一下我吧，是时候要照顾我了吧？啊，我们可爱的探吉小公主，啊，主人没有用，我去拿晚餐了。不要强猫锁男，是不是？他只是个孩子，会做的话，可能真的可以上新闻。我帮你写一篇。新闻稿，我要下楼来东西啦，拜拜。你跳起来什么意思？等我啊，等我哟，等我哈，宝贝。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家。哎呦呦呦呦呦 ！No！不可以。刚刚太久唱歌了，居然我没有听到，开我的粥了，太开心了吧！今天最开心的时刻，哎，真的。哦，布拉吉粥啊，加了青菜。走 ，No， 宝贝 ，OK， 烫烫哦。看，真的吗？很挤啦，你下去。过敏吗？对啊。过敏跟感冒，看粥长什么样子。怎么样啊？旁边有个猫舌头，我觉得我也是猫舌头。啊！不发了，不发了，不用发了。好吃吗？好吃啊！真是开心。猫舌加音。我记得我们去桃园阳光剧场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外面那个章鱼烧，然后我跟果果分，然后果果他整个吃下去，可是我真的完全咬不了，哎，我真的觉得，哦天啊，这是这样一颗火球在我嘴巴里面，真的超级烫，我超惊讶他怎么咬得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两个的舌头。是火球，那个章鱼烧真的是火球。那我们这里湿湿的，啊？为什么？感冒还穿那么少？我那我穿很少。神经比较大条，谢谢你，果果加油！洗澡用岩浆，洗澡用岩浆太厉害了吧！我饼好重哦，天哪！
好听个头。祝福，热热的吃的祝福。沧桑感，越来越装笑死。很适合哭戏，对，我现在的我非常适合。刚不是说要温的，啊，刚不是说热吹吹就温的了。再不看医生就会变烟酒嗓。会吗？我的冰块跟我体重一样重，什么奇怪的比喻，笑死！好笑哦，阿凯。I want you， 什么是 I want you 这首歌？不是应该乘着温暖的风之类的吗？那你怎么突然安静？他躺下，他躺在我脚边，可能想睡了吧。我要起来了，你要去哪？妈咪吃的很烫哎，你看，饭饭菜菜。你可以吃饭干嘛？不要。嗯，手你的手，不开了，不开，不开。安吉，安吉，安吉，欠打。知道为什么？什么？中间不要练梦之中，为什么？说来听听。今天不适合唱，我都穿很少。火流串很少，不好下雨。虽然这个我都穿很少，是一个蛮好的梗。不可以哦，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哦。你真的是，你很走开啦！哦，为什么传个贴文传那么久？送给一家，哎，是一家会讲的那种笑话。我和一家说可以、okay、啊，搞不好他会自己想到。他那么容易会想这种东西，火流窜，横烧，流窜，横烧。什么粥？布拉希粥，布拉希瘦肉粥。一千个家不是开玩笑的，一家太厉害了。
感觉好像很好吃，真的是蛮好吃的，吃的我好热。但是越来越能进入一家是笑话的思考里面，有我吗？我吗？好热，吃个粥，害我好热。可是我鼻子好像很舒服多了。火牛串，牛串，牛肉串。继续吃，等一下，等一下，好，有这么热，真的很热。加点芥末，其实鼻子应该就通了。把汗流出来，哎，我几乎每天都在流汗呢，拜托，拜托。收哈收哈，吃一吃流流汗去洗个澡就可以准备睡觉了。探姐在远远的地方睡着了，莫名其妙。他一定觉得我很烫。
鼻翼两侧在这边吗？我也会压。已经原谅主任了，难怪我都公演完就谢谢星星就好了。可是平常练舞也流很多汗啊。不是我，但不得不说，这样感觉很真好看，自带红脸颊是吗？细妈语，我也有蜜蜂脸，好像是哎。平常练舞跟公演就是不一样，真的。我平常我没感冒，谁知道这个魔咒来了？真的是魔咒，绝对是魔咒，超级不舒服。晚安，西西。练舞要开放粉丝，笑死！门票多少？先讲来听听。150。好像蛮合理的，是要看人家练舞啊。像大考肚子痛一样的魔咒吗？你有这个魔咒是不是？七七八八五零就笑死，法商区5000，法商区5000，擦过的卫生纸要卖多少？粥好吃，好吃，好吃，肯定。合理啊，瑞瑞。练舞之鬼，我一点都不凶，好不好？我不凶，我们真的是自己有自己的严肃。撞到板板的魔咒，周边是一定要的啊，什么啦？下面我认识肯定要记得表血流成河，绝对血流成河。还有叫二奇去买饮料吗？我哪有叫二奇去买饮料啊？怎么可能叫二奇去买饮料？就说订饮料都是我的吼。哦，湿透的毛巾也不错哎。嗯。跟我帮安安买饮料，我们就是大家一起问一下问一下。哦，真好吃！真是开开心心。送物文，送物文是安安。白痴，我不要乱讲，不可能的、啊，有事吗？而且要不能指定小收集阿姐的，要课很多，对啊，那么多人，
因为就是可以撑完后两个月没看我掉了，好吧？怎么可能是安安是汪汪汪汪吗？问一下问一下，看起真的一下爱情小，对啊，现在睡觉了。晚安。疯狂叫妈妈，怎么这么对啊？他都会这样子，一直以来都这样。超黏妈妈，对啊，因为我都不给他吃粥，生气气，他不能吃，我给他吃粥，他才要生气吧？这种烂主人。拍完就睡，累啊。海宝粥，酷。有我看了，杨冠群有翻牌，我有看到，很漂亮哎、欸，拍得很好。燕姐有机会跟果果踢个约会吗？嗯，不知道哎、欸，感觉可以试试看。那你现在睡觉半夜换我睡觉，不会吵闹玩耍吗？他现在睡，他应该十点会起来吧？十点十一点吃一吃玩一玩又睡啦。是的，阿凯，我也有看到。把舞台拍得好漂亮，整个都很漂亮呢。战斗着，战斗着，加油，君。马鼠没有先约约会吗？妈妈在太原，对，绝对不可能去马友家的，太远了，有够远。机动性的，阿姐去哪你们就去哪，赞哦！啊，搬家了，但还是一样很远啊。什么？那你生活模式跟婴儿很像，你姐提早体验打麻将的，应该小朋友吧，因为他还是幼猫啊。老家是不是在恒春？哇塞，太远了吧，太厉害了。没有，刚刚那个 BGM 的声音打开。每次嫌弃成这样，大概是恒春的远度吧。反正就是很远，真的很远。远到爆炸！大阪，没错，是不是远到爆炸？
我没有钱买飞机，飞机的票。如果麻油给我机票，我就去。机票啦，买飞机的票，机票。我只是讲买飞机的票而已，大家。你们很奇怪哦，断章取义。好烦哦。开心，珊珊，小蜜蜂都很有当记者的料，没错。麻油妈妈准备好米豆子装在吃吃的，我麻油妈妈有吗？麻油妈妈没有吧？太极睡死。七七七拿年历称赞我包包很好看，还对我跳 Love Tree， 好奇怪哦，好奇怪，好奇怪哦，什么东西？其实只是音乐刚好放到，还是很奇怪啊。现在睡大概三点左右，他等一下醒啊，又不是会睡到三点，七点睡到三点是蛮厉害的。谢谢微微。年历抽到了阿姐的牌里的三张，我昨天才发现我们新年文大家视频了，对啊，你发现的太晚了吧，超晚。昨天那边那么那么晚发文，是不是还在哄探你睡？没有，单纯就是我很晚睡，就这样。收到的回应都是早安吧，
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可以知道小蜜蜂谁是早睡派的，蜜蜂是会觉得我是没有这个用意啦，还没关台，要关了25分，我开到7:30。我问你们啊，你们觉得那种立体的口罩比较好戴，还是一般的口罩啊？因为我的口罩快没了，我好像我之前戴过立体，我觉得还不错哎，但是不会用到妆，还是你们没有这个烦恼？没戴过立体。鱼口口罩，那叫鱼口口罩。完全没看到立体，但你觉得好丑，会吗？舒适度的话是立体的哦。笑死去，哦，都是公司送的，犹豫了，我等下要念排名了哦。立体口罩的话比较不防病毒，真假的？中间有加一条的是什么？哎，不然就好，鼻子足够，我的鼻子不足够，我的妆都一直被蹭，很烦，不喜欢。这是夸奖，我听出来，我有啊。我跟别人说，我就一个了。立体是指重复用的吗？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不是。3D 口罩有分，每个口罩都有分啊。戴口罩，你眼睛会一直起雾，整个人就很暴躁。我有时候也会，如果出门戴眼镜的话，有时候就一直起雾，就很暴躁。我要念排名了，大家啊，大家儿，
到这儿，到这儿，晚点拍门喽。立体是韩风的样子，韩风，你说韩国的风格吗？比你好重啊！好，你的排名。今天的第十名是白眼女神凛凛全推，白眼女神，谢谢凛凛全推。第九名是玉然，谢谢玉然。第八名是卡木伊，谢谢卡木伊。第七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六名是瑞瑞，谢谢瑞瑞。第五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第四名是玉，谢谢玉。第三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二名是 Jin， 谢谢 Jin。 第一名是西西。怎么了？你怎么叫了一声？点击领取，谢谢今天的第一名西西。今年新年2022年的第一个推文，谢谢西西。嗯哇，希望你不要感冒。啊、哦，对，发烧，什么？天哪！病毒绯闻没错。好啦，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陪我聊天，看我直播，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辛苦啦，今天礼拜三。那两天就放假了，加油，辛苦了，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Echo 奶奶全奶奶，钟颖奶奶草莓酱奶奶幻影战士奶奶俊怡奶奶，奶奶玉人奶奶阿翔奶奶西西奶奶俊怡奶奶阿烂，奶奶不当不当兔奶奶郭大卫奶奶。尼某奶奶大剑奶奶微积分奶奶纯奶奶可乐王奶奶奶奶阿翔奶奶乔姨奶奶瑞瑞奶奶玉人奶奶原 life 奶奶阿凯奶奶奶奶 G 奶奶谢谢奶奶原 life 奶奶 Lonely 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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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晚安晚安